thought of myself beside you. Take me into your skin. Oh.
兼职。在呢，在。要什么样的呀？漂亮点的吧，啊。OK， 你确定要吗？嗯。网站啊，快400，包夜800。嗯。你是在酒店啊，还是在住宅呀？啊？住宅？那你把地址短信发我，我安排兼职过去。兼职。哥，就他，行不？行。那哥，怎么样？快的，还是一整夜的？快。先坐会儿吧。我给你倒杯水吧。给。谢谢哥。小叶，我帮你问呢，可是可以，不过什么？先生你好，请问你需要点什么？没白事。好的，请稍等。相信你也知道，搞我们这一行是不合法。希望呢，你能够替我保守秘密。
懂吗？这个没问题，可以吧？是的，好，谢谢。黑哥，这么久时间以来，我一直跟你联系，我相信你也知道我心里面的想法，所以我这边已经是做好了一些准备。谢谢让我进来。行吧，那就按咱之前说好的，四成之后我拿二成，剩下五万自己留着。你还年轻，教你的，以后有什么困难还可以继续找。啊，谢谢飞哥。哎，对了，飞哥，什么时候做？等消息。飞哥慢走。一叶，听说你的业绩还挺不错的，你上个月又有大突破了。那也是春节你安排的好啊。你才来五个月，你这业绩比娇娇、小圆他们那组可强多了，他们可是元老了。哎，咱们这一行还是新人吃香。你看你当初刚来的时候那么抵触，
这下成老手了，知道这个还不错。春节我也不害你，当时说的可都是实话。学了一个开始。其实最初我跟你一样，刚跟老板接触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死活不可能干这行，什么来钱快，什么轻松过白领生活，都他妈是鬼话。其实我也没想过说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只是现在既然做了，就安心做了，再也不想回去看到我爸妈那样，没意思。你爸妈现在还没完没了的吵？不知道，反正来这五个月了，还没联系过。现在就想自个儿过。你出来一直没跟你爸妈说？对啊，有啥好说的，他们连自己都管不好，好歹就说一声呗。你在外地工作，省得老两口操心。用不着，也无所谓，当我是个孤儿。我觉得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呀？能有什么麻烦啊？哎，我说你不联系你爸妈，你爸妈万一到处找你。没有万一。好吧，找呗。哎，我现在就找不到，找到也不回去。哎呀，春节你就放心吧，你还不了解我呢。带我那么久了，我一直都把你当闺蜜，就放心吧。嗯，好吧。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联系联系，毕竟是你爸妈嘛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你等会陪我去逛逛呗。看了件衣服，觉得还不错。去试试，疼，陪你了。哎，但是你要记着，我们晚上可预约了客人，可不准迟到。知道了。That saved a boy like me. I once was lost, but now I'm found. Was blind, but now I see.
你大爷的，你终于讲了啊！他是谁呢？杰子，我怎么到这儿了？你大爷，酒精中毒。昨晚咱俩是不是去喝酒了？你喝着喝着就倒了，哦，吓死了！你还笑？你要脸？哎，自己没带量，还老是喝，真是。谢谢美女。哎，人都走了，你还看啥呢？人刚才嘲笑你，你还有脸笑？姐子，这胡适可真不错。不是吧？你连脸都没感觉？感觉啊，我感觉挺好的呀，而且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。实习护士，不想当兵。你了解的挺到位的嘛，知我者，为我心忧啊！你大爷的，你睡得像一死猪的时候，人家护士妹妹人在你这儿忙上忙下，你就不能跟人单纯的说说话？这护士是哥们儿我的吗？啊，切！阿妮，听说你是救床病人可以出院了，别再那什么了啊。哦，好。阿妮，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石九成，你明天出院，让你朋友办一下手续。好。哎，等等，那什么，我能不能借一下你手机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我给我朋友打个电话，叫他过来办出院手续。哎，哥们儿，我这里有手机，给你随便打。我说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吃亏我。谢谢。喂，杰子，哎，是我耗子，你今天过来帮我办出院手续，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好，我等你啊。好，拜拜。那，谢谢。你的眼睛真好看。谢谢。Thank you.
喂，春姐。依依啊，有个客户吧，现在你去一趟。春姐，我。怎么了？春姐，今晚我不去了，我有点事儿。确实不好意思，春姐，真的有点事儿，我约了人了。哎，好吧，那我这个单子交给其他组了哟。谢谢你。什么？感觉到了吗？凉快。是自由。慢慢坐一会儿。你很优秀，不要再让其他人伤害你，好吗？是。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有迷茫的时候，能及时走出来就好了吗？觉得你呢？我是问问他叫个老板。还有什么？会有办法的。我真的没办法，老板这个人的心思谁也左右不了。春姐，我真的不是为难你，你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帮我引荐一下你们老板，我自己跟他谈。你真的要找他？我帮你。真的？谢春姐，谢春姐。进去。对了，关于阿姨的事儿，看，小叶，我看出来了，您是个梗字儿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呢。不是什么文化人，干上这一行也是迫不得已。阿姨，
好说，好说。既然我是个生意人，我总得拿点东西给我换。飞哥，这个我懂。你说，用什么办法？二十万？当然了，我也知道你们年轻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不过我给你个建议，就看你敢不敢参考。你说。我医院的一个朋友正在收集剩余的。剩余的？没错，剩余。如果你能够帮我们找到一个生意，那边给出的价格是25万，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。飞哥，是不是只要我找到生意，你就答应了？是如果你要是真能找到一个生意，25万，你拿着5万，阿姨你带走。行。真能确定找到生意？确定。这儿水果都还新鲜的，你别倔，你多听点医生的啊。都好不了了。别的。手机。干嘛？你先给我吧。我之前不是给你打了一个电话吗？嗯，用的就是护士秘密的电话。哇，全是套路啊！啊，哪儿套路？哎，我说你知道别人名字吗？你们别乱泡。这就得看我接下来怎么去套路了。啊，走。走了，兄弟。Thank you.
你先歇会儿吧。哦，好。我给你倒杯水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要不咱们开始吧，朋友还在下面等我。不着急。什么时候开始？陪我聊会儿天吧，钱我照给。也没多久，就几个月。你为什么要做这行？你说吧，今天晚上我喝多了，明天起来就忘了，没事。我跟朋友约会，中途被人带走，我去。过了几个月了，不提了。以后每天过来陪我吧，好吗？我喜欢你。这个是我电话号码，以后常跟我联系，我们天天在一起，好吗？谢谢。空荡的街头，停止的温柔。
柔，我屏住呼吸才不会颤抖，燃起的烟头，熄灭的念头，若无其事才不会被挽留。陌路从此不在乎，起的火忘记都再无关幸福。陌路就让我孤独，不回头离开是一种救赎。好赌会很火，值得让时间去领悟。陌路我踏上征途，别问我天亮之后去何处。风卷起尘土，下一场迷雾，说好的森林一夜间荒芜。颤抖，燃起的烟头，熄灭的念头，若无其事才不会被挽留。陌路从此不在乎，起的火忘记都再无关幸福。陌路就让我孤独，不回头离开是一种救赎。
风卷起尘土，下一场迷雾，说好的森林一夜间荒芜，你选择麻木，我有点羡慕，彼此无关是最好的礼物。陌路从此不在乎，记得或忘记都再无关幸福。陌路就让我孤独，不回头离开是一种救赎。好赌，悔恨或值得让时间去领悟。陌路，我踏上征途，别问我天亮之后去何处。风卷起尘土，下一场迷雾，说好的森林一夜间